到了礼拜五啦，五月儿童日，叮叮，到哪里啊？叮，这是大安区吗？我们在对，我们在忠孝东路三段，这是大安区，没错，在那个好像是在安和大安捷运站五号出口附近。哦，对，我们坐 Uber 来了，对，没错，他们家附近。哎呀，我们在这个 The Mail 麦村。麦村，它是大麦的麦，村庄的村，不是卖酒的卖，春天的春哦，不要想错了。对，听说它很厉害，因为它是那个 whisky 的博物馆，可以这样说啦。因为我们最近迷上了喝 whisky， 所以就是想说，现在冬天这种天气来喝一下 whisky 很舒服。啊，里面的听说有800多种的 whisky， 你可以就是看到哪一瓶，就是点一杯一杯这样一口的喝，一口喝这样，然后配合一些小点，很适合就是三五好友爱喝 whisky 的。好朋友们，下次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朋友在里面等了。那我们进去喽，待会见。哇，好酷哦！帮你拍照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啊？耶！他一进来就好像家里的感觉哦。对，很像家里，很温馨。对，每一只都可以，你可以跟他讲，拿去给他就好了。对啊，你看他一进门，这还有真空管的。灯光板的，好像家里的感觉，好棒哦！好喜欢这种感觉，很有 feel。对，整面的 whisky 墙哎，800多种以上的 whisky 都在这里找得到。对呀、啊，好啦，我们去找我们朋友喽，耶、yeah ！那好漂亮哦，拍一下。嗨，嗨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那么美？有酒的话，我们酒瓶都可以拿下来看。那因为没有酒，但是我们一杯的价格都直接写在后面的。哦，好。一杯的话是20毫升。好。有看到写想要喝的，帮我拿到柜台，我帮你倒在那里。好。那除了威士忌啊，如果说没有喝威士忌也没关系，还有啤酒。嗯，对，在后面，需要介绍的可以跟我们说，还有红白酒。啤酒我有看到，还有红白酒那这个是高粱吗？这是高粱哦，你高粱一瓶多少钱？告诉我。很酷哦，这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好。好温馨，很像一个电视一个家里面的感觉。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？就一直朋友介绍的啊。对啊，我就一直想来。对，哇，这个真的是金光闪闪，很漂亮。对啊，季节快到了，一定要有这种感觉嘛。这是红色，是金色，那就绿色。对，没错。要像圣诞树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太像圣诞树就不好，要挂很多东西就不好。小松鼠，这个好像香水哦。对啊，好像香水。怎么喝啊？好可爱哦，小松鼠的。嗯，那就点这个。可是它真的是调，应该也是调和的，这就不是。300。对，你看得出 single malt 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吗？嗯、single malt 对啊 ，single malt。我懒得看。好吧，那你要不要台州？好吧，台州。哎、欸，这个三七的吗？香的吗？三多的 whisky。于是啊，我们去滑雪，北海道滑雪的时候，去那个小樽，他们就是去于是酒厂买那个，可以点一满来喝一个，对啊，12年，对啊，很棒哦，那喝这个好了，喝这个然后比较不会那么 low 是吗？4500。一杯就4500啊？是吗？他不是就这样吗？对啊。哇塞！一杯一千五。哇，你看这个一杯就1000、欸。一杯就1000哎、欸，于是的。于是。说这个是一杯7000。对啊，这1300，你看，所以各种厉害的都很贵。对啊，果然有贵。对啊。三七。哇，1650。哇，一杯就那么贵，所以。那到底跟我想象的 pub 不一样啊，这不是 pub 喝酒，然后因为其实它就是慢饮，哇，他就是说喝威士忌都是慢喝，还有北斗神拳，那你喝北斗神拳，我喝小松鼠是这样吗？没有，我们来乱喝吗？喝一种北斗神拳要650哎，应该有颗扑克牌，真的好可爱哦，那个扑克牌怎么藏啊？是日本的耶，不会藏什么的扑克牌，乱拿。白粥 ，OK， 真的，他可以点小点来。有啊，他点了。好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挑酒。好。对啊，这个就比较正常。500，Solid。哦，粉红色的。
对啊，对，有包厢，有一个开放式包厢。阿玉姐要来吗？准备睡觉。我还打算看还在犹豫，喝吃药。然后他吃药。你来，那这应该就是要喝别的，哎呀，可是也。好像也不用，哎、欸，高雄哎、欸，什么你们高雄一点点高雄好了啦，高雄，你已经又变心了，又变心了，来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高雄，高雄耶，看不到的脚，对呀、啊，很多哦，在所以他就说他这边是威士忌的博物馆，对，嗯，怎么下手这么多，喝醉了，这也是，他其实他就是想要说弄饮啊，就是在这边慢慢的喝。嗯慢慢的品尝威士忌的味道，他比较哎，他很厉害，他很懂。他后面好温馨哦，后面有包厢，他说他披个衣服，你们真的太随性了，真的，你们也是披一件衣服来的，对啊。好了，我们下酒店来看看大家讲看到什么酒。哇，它这边是的，我真的是西桥香，我喜欢这家，酷味哦，酷味哦，今天特别托听别人的，哦，他们自己的耶，他们自己的怎么弄？他们自己的好厉害，现在他们自己就不要，对，嗯，哦，酷耶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挑酒。好，我觉得每个人好像真的在逛图书馆的感觉哦，有那种看酒啊，在挑书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有那种看酒在挑书，你要在挑书本，今天要看哪一本书呢？德曼。哦，酷哦，好酷哦。嗯，四十年，多少钱一杯？四百四十。哎，那喝这个喝看啊，支持国产吗？第四十，支持国产。第40周年，哇，40周年纪念酒，哎，可以哦，喝喝看哦。好，列入名单。你找到你的真爱了，就对了。还有啤酒啊？看这里。啊，这很酷哦。这里。好漂亮！他这都是拿牌子，卖一杯500，继续选酒啦！我还不知道我要选哪个，等干妈来吧，两个人。选到了吗？选到了吗？猜猜看，哇，你选这个40周年纪念酒，嗯，对啊，那你选这一瓶大摩18年吗？好酷哦，来喝喝看。走，我还没选到哎，我来看一下。在这里，小松鼠吗？看起来很弱哎，跟你们比起来，看起来好弱哦，小松鼠很弱哎。不会啊，真的吗？喝喝看哦，好吧，我就是小松鼠吗？好吧，耶、yeah ！这个是什么？40年的？对，40年纪念格马兰纪念酒。OK， 嗯，你说怎样？喝起来怎样？非常的辣，非常的浓，非常的厚，然后很像在喝蜂蜜。蜂蜜，它不下去，它很黏，很粘稠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看看我的小松鼠。小松鼠应该是一般，应该是调和酒而已啦，它应该就只是一般的那种。还蛮香的，香香的，花香还是果香？就是蜜香、矿香，甜的，它是属于甜的，可能是对，可能是也是有点蜂蜜香味的，但是它没有这么的。不像水果酒一样，不像，它真的也是很像 single malt 那一种的，所以应该不是调和。你好喝耶，来，我来喝看你的。应该会吐出来哦。吐出来，真的假的？你可能会吐，你可能会吞不下去。它真的很，现在还粘在我的口腔里面。这样舒服吗？感觉？哎，其实我喜欢
喝起来就是它喝起来不像都不一样，不像红酒这么的让人觉得会有心，就是它的它残留在你的喉咙味道，越久是越香的。对，如果你喝红酒喝多了，有时候觉得会有点苦，对啊，会很香。好。哦，我还没喝就觉得烈。哦，没有注意到它的趴数，但是它就是非常的浓厚。哎，对，它很浓，但是不呛，对不对？一点点呛而已，然后很浓很烈，其实还比较呛。嗯，我喝就是就红酒比较呛，就是它比其实你不觉得它有酒精的味道哦？嗯，哇，原来你是重口味的。嗯，对，对对对，一点都不像酒。呛到，所以要去看一下它的酒精的趴数，可以看，对，好，开喝，好喝耶，颜色就完全不一样，嗯，颜色都不一样，嗯，对，好喝，就是他讲到香槟料，我就觉得很香，对，可以尝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再来录。哇，我们的干妈来啦！你看干妈美美的，干妈美美的耶！他刚刚喝的那个格马兰四十年，格马兰哦，你可以换别的啊，可真的很好喝，完全不像威士忌，完全不像威士忌，真的。看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包厢，好漂亮哦！哎，有啊，好看，嗯，你看有一个包厢，那很棒，很舒服。哎，刚刚有人说这一瓶很好喝，你看看。有听到有一个人说，有一个人在说，他每次来都喝这一瓶，这瓶怎样？很厉害吗？帮我们看一下。我觉得没有很厉害啊，还是这一瓶。他这边有八，他说他这边有800多瓶。我卖威士忌，然后呢，最贵的一杯是7000块，哪一个是最贵的7000块？找。这样问他就好了，不用找，不用找，因为他自己鉴赏，让他很买。这个也蛮好喝的，这就是有梅尼味的，这支吧。150，一杯喝光光。1800一杯。对啊，我们刚刚看那个鱼是4000块一杯，鱼是12年吗？20年，忘记了。这我没喝过哎。对啊，很特别哦，很酷。嗯耶，我们来选我们的第二杯酒，来慢慢的挑选。75块的酒是可以喝吗？对啊，对，我觉得79块能喝吗？我要喝哪一瓶了？我都乱选，因为我就这样看过去，觉得这个女人很吸引我，我要喝这一瓶。这个女人，她很吸引我，我来喝她好了。全部乱选，我没有在看牌子什么的。这个大摩是她介绍的，那一支也是她。他说：“这支是什么？加喝，好像一天就喝完了。干嘛？啊，拿不下来，他比我不够高。哎，我不够高，帮我拿一下那个女人，帮我拿一下那个女人。好，我家很漂亮啊，随便喝。贝拉说他要喝20年的大摩。然后刚刚姐姐点的是18年，对，那你点20年，是吧？嗯，对，真会喝，1450。”随便挑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这个女人？因为这个女人要1450，月光浓度的威士忌也好。真的吗？基本是这样。哇，这个女人这么贵哦，还对我眨眨眼。哈哈哈哈哈。太贵了，我舍不得喝。你喝，然后我喝酒。耶，我喝她的。嗯，5530哦，看这个厉害吗？1650，要来。你看干妈来就是爱乱买，你看，对啊，干妈就是爱乱买。随便选都已经上千了，这个。哎，你就是爱花姐啊，对啊。好好笑哦，大家就很开心。为什么你出来你穿成这样？哎，我就想要轻松一点啊，不想要那么的累。轻松啊，嗯。那这双鞋好看吗？这裙子好看吗？好看哦。这裙子也是我在卖的哦。好看。也有卖哦，嗯，不错，而且你觉得发型很年轻哎，嗯，对，好看，不会，哎，这瓶真的好喝，推荐它真的好喝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请他帮我们拍个照，你找到什么？麦卡伦30年，这个嘞，一杯6500，一杯哦，一杯20吗？可是刚刚姐姐说她说最贵的是7000，所以干妈说她不要问，她自己找，她自己去发掘最贵的那一杯是哪一杯。你看干妈对酒真的很有兴趣，你看她看到酒的眼神就知道了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
哪一个？我好，我说好喝的在哪里？不是，不是，哎，这个好像是。那麻烦你喝高档一点，好像是。是吗？这是怎样？还好了，八百。八百。就这个是最初阶的嘛？对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初阶的啊。对啊，它是就是。嗯，你喝这个。哦，决定喝那个。差两百。差两百，你看干妈很会推坑。对啊，很不错。哎，你再深一点点就把它喝掉吧。哎，那你就这样子靠在那边，我帮你拍一张，还蛮不错看。好，我这个女人好喝就对了，对，是吗？真的很好喝。这个女人，你喝看。好了，这个没有那个嘴巴没有那个香气。你要不要喝这支呢？要，我开口很特别。这怎样？这个女人好喝吗？好，她知道我喜欢喝的酒种，所以就跟她研究过。这支你会喜欢吗？不知道会不会。这味道非常多。很丰富，层次非常多，很丰富。嗯，你看这个四十年好喝，对不对？很浓啊，它是很浓，浓不哦，浓不香，可是它是淡香，它很香，它嘴巴的味道，来喝喝看，喝喝看，嗯，这个味道非常的多，就是很浓，就是淡水的味道，就是你有一点点，然后喝起来就是，是真的蛮丰富的。就这一支，你知道我说的吗？就这点，就是一样，好喝，一点都不会呛。对，有一点呛，对，嗯。这个可能有点呛，它有香味，它有一个但它完全不会呛，但是整个会爆在你口中。我的这个女人好喝吗？你喜欢就对了，中你就对了，中你的味道，我来喝，来。有点香甜，香甜。对啊，嗯、它很喝，好像感觉没什么。嗯、但是你进去那个嘴巴之后，它整个香气在嘴巴里散开，然后有些点辣，但是慢慢变甜，然后不同的味道开始散开，然后有香味，不同的香味开始出现在整个嘴巴。然后你喝完之后，嘴巴是那个香香的，很舒服。很舒服，对。然后那个的话，喝起来嘴巴里有酒精味的。因为很烈，比较烈，那个烈是烈，这只是9%都比它那只还烈。真的吗？那这支是我少不知道。是这个18%，我知道。刚刚那个对，是你的19%。哦，对，我这个是19%，这个你的是9%。哦，耶、yeah. ，可是蛮好分的。耶、yeah. 嗯。舒服。继续聊天。找不到是哪一瓶？7000块的是哪一瓶？噔噔，这一瓶是什么？7000块的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7000块的，啊，就在这里哦。我刚就一直在看到它，青井泽的，1982年，这一杯7000呢，天哪，一杯7000，这个也快喝完了。对啊，还是很多人喝的。青井泽，对啊，还是很多人喝。连同 whisky， 嗯，当然，这日本的，对，对，就想必哥哥说他会揍我们。会啊，当然会。700，好，走吧 ，Go！ 你看，他你不要跟他讲你点了这杯。我们接下来喝这支，噔噔，你就先拿进去给他喝一口，再拿酒精去给他看是哪一支。先喝一口，感受一下。6500的吗？没有，他刚刚已经问到7000块的是哪一支了？对，这支好喝吗？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。那你觉得你今天喝的酒里面哪一个让你比较难忘？我觉得我刚才喝的第一支最难忘。嗯，它整个酒体就是很对，就是40年很浓，对啊，40年的那个是什么？比女人差一点，比女人差一点，嗯，是男人，在家可以用的酒哦。在家可以用的酒，嗯，就是喝了顺口的酒。嗯，这是什么呢？来揭秘，嗯，揭秘，噔噔噔噔。噔噔，想一杯900的。我这个地没有拿，我
这样子给我喝，我没拿1650。他们就说：“那你选酒吧。”哈哈哈哈哈。刚刚这次比刚才那支没有，刚刚那一支。他那他的40年的那个，就是大壶的，对，还没有比大壶18，十八好，对，就18还不错，16、18。那这次又比大壶的那个开心。不是你们刚刚玩完。耶，结束了，离他们到一点关门。对呀，那妹哦在这边，可是还不起来，他太亮，对他太亮了，对对对。今天干妈她刚刚来的时候还走错地方，她还跑去酒店，这边酒店还说那个关店哎，对对，这边是新店，所以不要走错，在忠孝东路这边环境不错，大安的就是酒店，对，大安路是酒店，这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妹已经收起来，因为她说这边比较大，那边比较小，反正Uber司机带我去，他跟我说。哎，他现在没开耶，我就说，我说我可能跑这地方，我要问一下。那我叫他等我，还不等我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给他坏评。我跟人家坏评就不给他评价，对啊。哦，真的好。他就说，因为他还有别的客人。在这边还蛮适合大家可以来这边喝喝酒，尝鲜。对，有什么威士忌想喝的，就可以来这边喝喝看。对啊，聚聚大家天耶，拜拜，今天帮我们跟大家分享完，拜拜，记得订阅，你要分享，按小铃铛哦。好，拜拜。